三晚其實咧，我又忙又病又冇搞瞓，因為呢排經常周圍飛，成日唔喺香港，所以冇辦法，唔好意思啊，大家多咗爆鹹啊！但係料咧就會繼續爆嘅，勁過癮，已經講咗會有啲過癮嘢爆噶啦。咁啊，除咗呢個中美貿易戰之外，衍生出嚟可能冇留意啦，就係呢個中國金融風暴殺到埋身。咁啊，就已經唔係小道消息啦，因為我知道嘅時候其實好早嘅，不過遲咗講，唔好意思啊。咁啊，已經殺到埋身啦！乜家伙咧？記唔記得上幾集我都講過一個話題咧？就係呢個中環嘅世紀大雕， okay. 中環中心嗰個物業成交咧，就400多億啊嘛，400多億㗎。後來忽然之間唔知點解個中方財主就閃咗，就結果由香港兩個有錢人咧就頂上，咁啊非常曲折離奇，大家唔知點解。今個禮拜咧初咧終於正式爆出個原因啦。就係、是、呢、這個其實央企嚟啊，國字號噶，就一個中國能源儲備總公司，其實好重要嘅戰略任務啊。上次已經講咗，因為中國永遠都唔夠油啊嘛，因為能源儲備或者石油儲備邊個負責嘅咧，就係呢間公司啦。咁但係點解會有咁多錢拎出嚟玩嘅呢？就其實係人都知道踩咗界㗎啦，因為中國嘅中央政府不嬲都已經講咗。幾年前已經講咗，就央企唔准炒地皮啊嘛。咁佢哋呢班友仔咧就恃住呢個啊，又係一帶一路啊，幫中國啊喺出邊啊大展拳腳。咁啊，廣交天下好友嘅情況底下咧，就決定喺香港買個總部。結果走嚟炒樓，就俾呢個市場裏邊最高嘅天價咧，再高咗100億出嚟。咁至於如果真係成交的話，佢100億由邊個出，由邊個袋咧？咁大家都真係嚇唔知點計數啦！呢下嘢非常過癮嘅 case 嚟。咁啊，啱啱星期一就爆出咗咧，就係呢個能源儲備公司咧，就原來已經係出現呢個債務違約嘅情況。債務違約好鬼死過癮啊！幾時出現個大規模央企嘅債務違約咧？就係1997年金融風暴嗰陣。咁啊，跟住就搞到1998年啊，朱镕基大開殺戒，就四出斬啲央企，就叫佢哋啊唔准再要外債。咁嗰個金融風暴咧，今次就似乎聞到啲糯味咧，似乎可能重新出現啦。就係國字號嘅央企都開始債務違約，咁就唔單止係30000多億嘅債務到期還唔起，連利息都還唔起，有過癮啦。連帶影響咧，因為佢係央企啊嘛，打住國字號啊，出邊發行咗好多。近乎國家級數嘅債券都連敗違約嘅，個過癮地方喺邊一度咧？爆就爆乜嘢咧？咁當然我就唔係就睇報紙攞消息嗰啲啦。咁啊，蕭公要爆料咯喎！係啦，就銀行界啲朋友啲苦主嚟揾我哭訴，啲苦主嚟揾我哭訴，即係我領教上一鑊金融風暴，佢哋揾我哭訴，哭訴哭乜鬼咧？就話原來咧呢個央企嘅老闆咧。就拋出了一句非常冷血和負氣的說話，大家估都估不到，就話你估我違約就算了，還有大把陸續有來啊！哇，呢句先過癮，你明唔明啊？點解會爆句咁過癮的嘢嘅咧？第一，顯示得中國中央內部出現咗極大的矛盾，係啦。記唔記得上次我哋已經講過呢個中美貿易摩擦咧？表面上睇起上嚟咧，就好似貿易摩擦咁簡單嘅啫。但係實在兩個較量嘅情況底下咧，中國其實已經趴咗喺地嘅啦嘛。係已經趴街到咩程度呢？如果你睇翻中興電信嗰個所謂放棄一條生路係如何放法咧？第一唔使問啦，各地賠款啦，天界賠錢俾美國佬啦。第二更加過癮嘅係從來未試過嘅。就係、是、中方居然同意係美方派人進駐中興。喂，嗱，唔係管前線嗰啲嘢啊，係乜嘢人員咧？表面上面就好聽，好好聽嘅，加強企業管治。於是啲合規人員，啲法律啊、會計嗰班友仔咧，就擺咗美國佬來確保你啊。符合到美國嗰個政府。咁即係以前嗰個大清海關啫。
仲撲街過大清海關啊！話你知嗱，未講完呢、這個即係進駐之餘咧，係中興嘅黨委書記已經被炒。啊、嗯！呢啲要謝罪啦，撤復啦，係換咗個美方同意嘅人員坐翻落去啊！大佬嗱，你明白共產黨嘅玩法係乜家伙咧？從嗰度黨控制一切噶嘛。嗯照計企業裏面話事嗰個就唔係廠長，亦都唔係黨委啊嘛，係黨委書記啊嘛，因為佢先係黨嘅代表。係啊，黨嘅代表都要喺美國佬面前換人啫，咩意思啊？喺誰才是老闆咧？誰才是老闆？咁如果你話大清海關作為比較的話咧，就錯到七彩嘅。點解呢？因為大清海關依然係服務大清，只不過換咗個關長去服務大清咁解，用一個科學嘅手法去收海關嘅税。然後海關嘅税收咗咧，先係還款啦，即係外國都還款啦。但係剩低都仲係屬於大清噶嘛。而上一次阿楊也好，馮博有啲踢爆咗好過癮嘅嘢噶啦嘛。根據歷史記載，自從大清海關換咗洋人主管之後，年年收入創新高，成為呢個大清中興啊，甚至洋務運動嘅重要嘅財政來源。咁你話乜嘢喪權辱國？即係從來冇喪權辱國過。只不過是科學化管理，甚至又講得難聽啲，俾鬼佬去管，就杜絕曬所有貪污舞弊同埋違法情況。所以原本滿清大清應該收到嘅關税，唔係收到足咯，就係、是、咁簡單嘅啦。你明唔明啊？乜嘢叫做喪權辱國啊？大佬咁想搞清楚個關係，完全不可比較。今次嗰個情況咧，就係兩國嗰個較量咧搞到咁嚴重咧，就上次已經講咗一個好過癮嘅提示啦。到底中共內部矛盾會唔會因此激化？因為憑小弟啊，即係個經驗啊，即係幾十年前睇住呢個蘇聯解體，嗰個對比係乜家伙呢？共產黨最怕嘅所謂蘇聯式解體咧，就唔係你軍事上面俾人打冧你而冧當啊嘛。所謂蘇聯式解體，最得人驚嘅就共產黨自己人跳船，唔再做共產黨，甚至跳咗船之後懟冧你共產黨啊，咁先過癮啊嗱！咁所以點解今次你睇到呢、這個即係所謂啊國儲能源嘅老闆講咁富氣嘅説話，外面街睇唔到啊！我直接報道，一單就知人陸續有來。點解會講得咁富氣嘅説話呢、就因為佢擺到明係俾人抽後腳啊，背脊開槍中槍而死，就做唔成呢單世紀大雕，冇咗100億嘅佣金落袋喎，大佬啊，擺明啦，係咪先？梗係發富氣㗎，發富氣到呢個程度咧，就唔計拖鞋落水。即係啊，有乜嘢你咪問中央還錢咯，我冇噶啦，我冇噶啦，即係咩意思啊？身負呢個所謂國之重嘅嘢，國家嘅能源儲備嘅總監，居然講出你個咁晦氣嘅説話，你問阿爺還錢就唔關我事，咁即係咩意思啊？即係話基本上中共嗰個團結咧，就十分成問題咯，明啱？所以。我哋要睇所謂爆唔爆，睇啲所謂 telltale sign， 就唔係人雲亦雲嗰啲咁一般評論，大家千祈唔好睇嗰樣嘢。因為好清楚嘅，中共佢喺中國個統治，如果你話佢係一個即係已經冇任何一般人民基本上反抗唔到嘅，即係好清楚佢對社會嘅控制。老百姓扮求食飯嘅，佢嗰個控制基本上係成功嘅，因為基本上已經消滅曬所有潛在有組織嘅對手。不過，唯獨是佢有個弱點啊嘛，就係佢對唔到自己人開槍噶嘛，呢個制度。蕭公講過嘅。嗱，對唔到自己人開槍唔係老百姓啊，自己人就清楚噶啦，係啊。自己人都有好多層次嘅點解咧？林彪嗰個繼承人都講住點樣焚咗飛機落嚟啦。共產黨殺人從來冇眨眼，包括自己人在內。Okay. 問佢何為自己人咧？去到咩地步咧？就其實係利益共同體嘅自己人啊嘛。邊種自己人唔可以殺唔可以打嘅咧？就是美國家長同學會嘛英美澳紐家長地主地主啊大會咁嗰個就係人民代表大會嚟明白呢樣嘢呢啲先叫自己人啊嘛即係美國人唔打美國人咧呢啲真係真㗎搞清楚啊唔係中國人唔打中國人啊英國人出神啊英國人係美國人唔打美國人所以中共唔會對自己落手但係如果你拎住嘅唔係美國護照你仆街啦你死梗所謂冇後台就係冇美國或冇外國嘅後台，搞清楚呢樣嘢。冇後台咧，總之係冇退路啊，冇退路即係絕路啦，就咁簡單。所以一般嚟講，如果你話人民反佢，似乎喺尤其是喺六四之後啦，其實佢嗰個即係管控啊。
即係有個名字俾佢嘅，鄭新啊嚇，即係管控體制呢個叫係啊。咁所以個管控其實個技術係精密咗好多，甚至乎近嚟我哋話喂，天眼啊，天眼啊，人面識別，銅鑼灣跟住都有㗎啦。O K， 我都有㗎啦，都有㗎啦，名為捉垃圾蟲。但係其實啲咩叫垃圾蟲咧？就我哋呢啲垃圾啦。你近得我哋多，你呢邊垃圾蟲㗎啦。我哋小心啲啊，嘢啊，認住你。咁但係即係一般人民冇組織力嘅。啱啱有篇文章喺網絡上都傳咗，就係有啲學者咧。利用一個大數據去看看啲五毛貼到底是啲咩嚟嘅？呢個都我諗陸續做之前，可能有些觀眾可能聽過就是發覺其實佢只係一個目標嘅啫，佢唔係單方面咁樣去即係所謂唱好嘅，佢係第一搞擾亂，搞擾亂稀釋你，令到你即係叫洗版啦，我哋叫做。第二樣嘢咧，就係話佢嗰個刪貼個功能咧。其實基本上你一般的批評意見，佢係唔喺個 priority 嗰度嘅。係啊，佢最驚乜嘢呢？組織活動。冇錯啦，有活動。嗱，無論你贊成共產黨，你係譬如話我哋要上街，要反美反日都好啦，其實佢都會刪嘅。嗯、即係呢個係好重要，即係其實佢係懼怕任何形式有組織嘅活動，冇組織嘅活動。係啦。咁所以呢人民的組織能力已經完全被瓦解了，其實即係如果有人冇咗黨，基本上就死硬了，整個社會就死硬。呢個另一個好難組織的呢樣嘢，試過上一次咧，就係國內有一個段子啊，嗰個咁嘅網絡咧，網絡嘅段子，內涵段子啊，其實只不過原本個起點係乜嘢嘢咧，就網上呢個 WeChat 嗰班友仔有啲群組，求其吹下水，交換下啲咁嘅爛 gag 啊，諸如此類。後來咧，連呢個所謂內涵段子咧，都形成了某種嘅自行組織喎。係乜家伙呢就例如話去探訪災區啊，做善事啊，爆閃活動啊，即係忽然間大家一齊喺同一地方開燈啊，咁嗰啲咁嘅嘢，只係覺得好玩嘅，但居然連內涵段子都冚埋。嗱咁先講，咁所以阿馮博冇講錯啊，就中共嘅監控咧，就即係上天下地無孔不入嘅天羅地網，但係針對冇組織嘅人民。佢就係怕人民有組織，咁所以先至落手咁重嘅啫。但係最有組織，如果落唔到手嘅，正如頭先話啦，就係歐美家長同學會，係極有組織嘅。問題咧，你懟佢唔冧，咁所以你會發覺中共啲黨內內鬥咧，就永遠唔會停噶。遠就係一派拉一派，跟住又一派啊嘛。每一派都各有實力噶，好過癮噶。甚至話你懟冧咗先前嗰派，佢會反撲噶，好過癮噶。咁所以即使話雜包子，而家話所謂嚇大田莊啦，大田莊周圍都有人唔妥佢㗎啦。咁問題乜嘢人唔妥佢咧？就受害者咯。受害者唔係話真係啊權，即係人權受損嗰只啊，係荷包受損嗰啲。咁所以即使佢打住呢個所謂反貪腐嘅旗號，周圍去劈友的話咧，老百姓心裏清楚，只不過係一派打一派咁解嘅啫。咁所以先前嗰個咁嘅，即係又係啲啊，即係內涵俾人冚曬乜家伙咧？就係話你但凡袁世凱啊，原來變咗咁似㗎啦，咁似啊袁世凱，黃袍加身又咁埋，哇！咁你仲可以講乜鬼？唔知道可以講乜嘢？即係中文嘅語言好神奇嘅，咁樣樣仲有嘢講到，你好嘢咯！即係乜都唔準講，都仲講到嘢。個數字又冇嗰兩隻字啊！係啊，六月就唔準講，四月就唔敢講，八字就唔準跟個九啊！都好奇怪，冇曬㗎！你已經冇咗十個即係數目字，你已經得翻八九呢個好邪喎，中曬喎又。字有八字有九字，死得佢咁啊！咁所以佢咁邪啦，咁所以變咗就係話呢啲所謂禁忌咧，崩係咪今後會崩後會咧？側面睇出另一種情況，就係中共中央班友仔嗰個裂痕大到好難彌補。如果呢一個所謂中美貿易戰繼續持久落去的話咧，會引申一乜嘢崩潰狀態出嚟咧？好難講。例如上次已經講咗東北啦。朝鮮的問題啦，係咪？咁但係跟住嚟，另一個更加嚴重的問題出現了嘛，係南海啊嘛。其實從來都是兩個火頭啊，好明顯㗎，係咪先？咁啲印度阿叉揾石頭掟冇收，咁打唔成仗啦，係咪先？但係南海最近發生咩事呢？就即使連擦鞋擦到即係出神入化嘅菲律賓總統嗰條傻佬杜特爾特，都居然翻去佢自己嗰個，所以菲律賓所謂霸佔啦，即係佢自己領頭嘅黃岩島，一重新裝備翻部署翻黃岩島上面嘅哨崗，仲要口出狂言話呢條就係菲律賓海岸紅線嚟。如果任何人咁當然
大家知邊個啦？任何人超越菲律賓嘅紅線咧，我就打柒佢。係，勁過癮。嗱呢一樣啊，固之然過癮啦，但另外一樣就係避而不宣中共，打死唔敢講，唔敢宣傳咁嘅家伙咧，就係、是、俄羅斯嘅北極熊，就真係完全唔俾面。唔俾面到咩地步呢？就原來就已經係南海九段線上邊越南嘅海域，或者中國認為佢嘅海域啦，就向越南政府申請咗開採證咧，就已經開採緊石油噶啦。仲有一個動作喎，啱啱尋日佢又走咗去同阿金仔傾偈喎。係啊，保鏢啊。好有嗱，咁呢個好清楚啦，係睇住個勢噶嘛。係啊，睇勢嗱，啱啱啊，侵侵就出咗一手又嚟啦，話又冚到中國碌碌地啊嘛。原本有個第三個好積極咁爭取話要見面嘅，即係一齊坐喺度傾偈，點知最後變咗文在寅啊嘛。食包嗰條啊，誒跟住文在寅出場，呢條唔係你咧，即係蝦碌到爆啊！仲據聞啊，習大大想坐專機去新加坡添，偶然路過咁邂逅嗰啲咧，咁啱啊！南睇就爆，咁所以北極熊唔單止南邊喐手噶嘛，除咗約金仔見面咧，呢個北邊喐手啦，南邊就已經同越南申請咗開採證咧，喺越南嘅所謂海域，其實就係九段線中共宣稱嘅，OK， 係中國自古以嚟橫遊嘅，死喺度轉緊油啦，咁就變咗呢個，你發覺其實周圍咧就已經即係反緊台噶啦。包括埋呢個馬來西亞大選之後咧，就原本係一個一帶一路嘅發起成員國嚟噶嘛，劈頭就話反台唔要高鐵啦。OK， 因為呢一個92歲嘅係對馬來西亞嘅經濟冇好處嘅。我睇到話個違約金有個朋友嘅評論就係、是：，聽香港起條天橋十幾億啦，抵啦。抵咯！呢啲訂煲費散紙嚟嘅，如果甩唔到中國嘅話，你起條天橋17億喎。啊！如果中國嚟起樓，天橋咁短切切咗17億，況且我哋都20幾公里都起咗成1000億啦。你話你幾百公里起2000億，到時超標10倍就差唔多。預咗一定超額㗎啦。嗱，最惹起馬來西亞反感嘅乜家伙，同埋今次馬拉政局變天有一樣嘢。又是中國自己攞自己笨柒嘅啫，就係因為所有嗰個建築條約裏邊咧，都係不平等條約嚟噶，包括埋要輸入中國嘅建築公司同工人。有即係話你出錢起高鐵，你起高鐵啦，然後佢嘅藉口就誒、馬來西亞嗰班友仔係唔識起高鐵噶，我完全唔會用你班友仔，擔嚟嘅都唔會請你噶，一定要中國輸出。咁問題係所有嘅錢，你唔好以為馬來西亞唔使俾大佬啊！咁其實所謂2000多億，中國就即係你出雞佢出豉油嘅啫，跟住又係中國啲公司攞翻曬，同香港一模一樣啊！中國啲公司就中曬標啊，啲分判就翻曬中國啊，搏命輸入中國勞工啊，冚唪唥賺曬你咁嘅錢啊！其實就係陰乾你咯。咁所以馬來真係非常醒目呢樣嘢，睇完香港發生咩事，梗係反台啦，大佬邊有咁笨㗎係咪先？冇理由再做你㗎嚇殖民地㗎係咪先？咁所以馬來西亞又好，菲律賓又好，越南唔出聲又好，俾咗俄羅斯嚟搞搞震，成個南海睇就反緊台，成個東南亞反緊台嘅，勁過癮啊！咁所以唔單止係東北亞呢一個金仔喺貼緊草群佬，咁啊再唔好話聯俄用共啦，起碼聯咗俄先啦，係融入啊！你諗都諗唔到嗱，點解咧？正正就阿馮博所講，普京捉阿金仔談心之前咧。普京係捉咗另外一個人嚟談心的，仲開出張好大嘅甜頭支票嘅，係捉咗日本首相去傾呢個北方四島嘅所謂管理同埋主權問題。第一，雙方都唔放嘅主權各自話自己。咁普京釋出善意，好神奇嘅咧，不如咁啦，四個島裏邊我開放兩個做自由貿易區，日本同俄羅斯啊，大家共同開發，放下呢個各自主權爭議。啊，自主權爭議。日本仔咧係心大心細，因為第一樣嘢政治自殺噶嘛，你唔能夠放棄主權啦，咁咪開放俾你，你冇理由唔去喎，先插咗旗先啊嘛。咁所以你發覺其實普京係掹緊，唔單止攬緊金金，甚至係同日本仔攬頭攬頸嘅。咁所以並不是美帝一國獨大喺東北。咁大家都明白咩一回事啦。當年滿清死狀恐怖。都是為了呢個啊，即係東北三省啫。然之後嘅朝鮮戰爭搞到啊，爆咗個啊軍閥出嚟，嗰條友叫做又袁世凱，就即係國內禁詞啦，變咗。咁所以其實自古以來咧，東北出事咧，中國就出事噶啦，好明顯睇得到噶。咁至會唔會出事咧？未知。咁啊，欲知後事如何，大家繼續留意，因為真真正正令到中共裏邊。
白熱化，可能直頭正式喐手反台反面崩潰嗰只的話咧，未必一定淨係你嗰個所謂啊反貪啊，即係啊縮貪嗰個行動，甚至唔係話你掹佢後腳啊煲邊落台呢啲嘢，唔係呢啲嘢，而調翻轉頭係俾黨內有實力嘅人有借口話你喪權辱國啊嘛，嗱滿清都咁死啊，滿清一樣係咁死啊，咁乜嘢情況下會出現喪權辱國嘅局面咧？第一，到底金仔會唔會同你反面？嗯、你仲控唔控制到呢一個北朝先叫做你嘅所謂反蜀啊？繼續聽你講先。如果唔聽你講嘅，咁啊又同美帝攬頭攬頸嘅，基本上先黑社會啲對白出現咗。上同朋友傾過啫，美國佬啊侵侵開咗個好過癮條件噶嘛，就係、是、你跟嗰個大佬就冚家富貴，嗯、但係你跟我就包你榮華富貴。我會協助你成為經濟強國，哇！金仔聽到仲啊食指大動咧，咁即係好明顯呢啲咁嘅對白出現咗啦，你已經即係直頭啊，即係已經交緊心啦。社會以和為貴嗰啲咧，交緊心㗎啦，已經啊。咁所以中國看在眼裏咧，直係冷汗直流嘅。一原因就係如果失去咗呢一個喺朝鮮嘅話語權，係日韓出面，俄羅斯又出面同美國傾掂數。金仔在呢個所謂中國的凡俗範圍裏面挖咗出去咧，話哇你撲街啦，你仲喪權辱國，你門户洞開咁就係嘅咯。因為嗰邊飛幾分鐘飛機去北京啊，明白呢樣嘢。咁就點解自古以來東北出事咧，中國出事會咁嚴重？就是、因為距離京畿極之近。咁所以上一次打呢個甲午戰爭同埋呢個朝鮮戰爭嘅時候，點解清廷大為恐慌呢？你真係喺東北嗰邊一輸咗。人哋幾個鐘頭就操到你北京㗎咯，明唔明？所以佢冇得唔驚嘅呢樣嘢。咁如果朝鮮真係，如果真係講唔掂數啦，講掂數另一矛，講唔掂數另一樣矛盾出現，就如果美國都炸佢咧，朝鮮又還手，真係爆核彈會發生咩事？北京又死嘅啫，一樣都死。咁所以點解就係呢下嘢就會由冷戰變成熱戰呢個好重要嘅關鍵，而中共內部極有可能好多人就睇住呢個機會，是否要立架山？平反的啦，自己啊，唔係平反呢啲文人分子，千祈唔好誤會，係平反被縮貪嗰班友仔，懟冧呢個啊袁世凱啊，小心呢下嘢。而第二個導火線咧就講緊啦，南海，萬一南海出現一個好過癮嘅情況，係點樣咧？就係、是、假如南海啲生番國家登陸某一啲啊，即係文明國家有駐軍嘅島嶼，綁架曬佢啲人，會發生咩事？你可以想像下，會唔會發生咁嘅嘢啦？有人話唔會，我有航空母艦啊嘛。問題就嚟啦，不論你個空中支援也好，不論你個海上支援也好，條條千里駛到落南海，都必定要經過一個關卡。我 f i s h 佢哋係唔記得咗嘅，就係要美國嘅太平洋艦隊肯放你行先得嘅。好多人唔記得咗呢樣嘢啊？點解啊？都話你睇下中國嗰兩隻所謂 AR 航母或者一隻 AR 航母啦，基本上嗰個水平咧係人哋上個世紀末嗰啲嘢嚟嘅，即係根本唔能夠冇可能同人打到預咗噶啦。好啦，你再講啲飛機啊，即係嗰啲隱形戰機咧，就係中國雷達先睇到嘅，睇唔到嘅嚇。咁人哋一個雷達都睇到嘅，但係人哋嗰個試驗版咧，個 F-35 咧就俾以色列用咗，佢炸敍利亞，你真係睇佢唔到，你睇我唔到，炸完翻嚟影相，然後嚇selfie 俾你睇，我炸完啦咁嗰只咧，咁你先至如夢初覺，原來炸咗啦。佢用嘅仲要係應該俄羅斯嘅裝備嚟㗎嘛，敍利亞嗰邊。最叻用緊俄羅斯裝備，都睇佢唔到，都睇。咁何況大陸咧，你都估得到㗎啦。咁所以可能係大陸嘅設備就睇唔到啦，係有難度嘅。點都睇唔到㗎啦，咁人哋已經成功試驗咗個超級空中武器，叫做隱形戰機，真係隱形，炸到敍利亞一動都冇，然後安全回航，完全冇事。冇損傷。咁你點啊？咁即係單方面嘅啫喎。好單方面啊，完全單手揼你。咁所以變咗就話，你南海咧，你幾咁即係耀武揚威一回事。之前一早已經講曬啦，你就如果喺南海啲島嶼上面駐軍咧，基本上係 sitting duck 嚟噶嘛，係活靶嚟噶，因為航空母艦可以走噶嘛，你個島唔可以走噶，大佬。咁你放幾多入去啊？佢想點啊？即係問你敢唔敢放啲嘢落去咯？你放咩落去？你放啊！佢有放到嗱，佢有放到防衛導彈啊，但有黐鬼線噶，即係佢嗰個炮我唔敢講好先進，但係嗰個地對海導彈係有擺低嘅班友仔。咁所以美國佬點解而家忽然之間咧，就將呢個
太平洋艦隊改了什麼？印太改了。印太艦隊是印度和太平洋艦隊兩邊加在一起、啊。所以其實基本上印度都在這裡即是磨拳擦掌隨時要增援的了。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整個南海的火藥庫堆得很高。而最昂誇的乜家伙呢就是他自己填海做到啊。就以為自己鞏固南疆呢下嘢，就基本上就係、是、等於你放定啲戰俘俾人攞咁解嘅啫。因為你不論空中支援也好，海中支援也好，如果你冇美國嘅艦隊同意，基本上嗰班友係完全 cut off 嘅。喺咁嘅情況底下，係咪即係等於生翻爬獨木舟過嚟都可以老笠你啊？你諗諗，你諗下發生咩事先啦？咁所以點解話忽然之間就會輪到啦？一聲貿易衝突之後咧，大家就如夢初醒，就是、第一，中國呢個霸權是來真的，所謂永不稱霸，絕對是假的。而係中國今次俾美國一嘢冚到四個朝鮮，係核突到咩地步咧？啱啱我出咗一個聲明，就係、是、中國政府呼籲美國政府啦，因為美國有一個所謂啊美國香港關係法案㗎嘛，就係承認香港作為一個獨立關稅區㗎嘛，呢樣嘢好重要啊！如果分咗香港，即係貿易都做唔成，變成中國睇齊咗好大鍋㗎啦。但係美國呢個所謂獨立關稅區同埋香港關係法建基於乜家科嘅咧？就係、是、中共所強烈要求美方要嚴格恪守中英聯合聲明。嗱，中英聯合聲明咧係中英兩國簽的外交條約就拎咗去聯合國備案，咁所以點解咧？定時定候咧，英國又好，聯合國咧就會派人去香港寫人權監察報告。大家少留意呢樣嘢，就點解無啦啦會有班鬼佬定時定候要嚟做場大龍鳳寫人權監察報告？係基於乜家科呢？你真係簽咗國際條約啊嘛！先前記唔記得2015年嘅時候咧，就講到香港一棟都冇噶嘛。就話你基本法都只不過啊，即係啊，隨時可以冇噶。生呢個中英聯合聲明咧，就歷史參考文件嘅。點解忽然之間過咗幾年，死攬住個基本法就話，要美國遵守呢個啊聯合聲明咧？即係佢唔使遵守，唔知點解。原因就係所有對於香港有利嘅嘢，都係建基於聯合聲明啊嘛。而對香港有利嘅嘢，其實就係中共嗰個生死罩門嚟噶嘛。上次提咗大家發國難財噶啦。話口未完出現了一個警況㗎啦，一揼完冧中興之後咧，中共中央忽然之間宣布要將香港培植成為呢個科研基地。你幾時見過香港有本事做科研基地嘅先？嗱，九七前肯定有嘅，因為嗰陣時真係做過晶片，嘅龍珠晶片啊，好死開心啊！咁香港唔係冇條件，但係九七之後咧就俾佢抽乾曬，所有啲人才啊、平嘅開發嘅土地啊，都成都冚唪唥抽曬過去深圳河對岸。於是乎咧，就嘲笑香港話香港又唔識做科研，係落後啊嘛。咁點解忽然之間而家砰砰聲要出埋錢，方死你香港唔做科研呢？原因就係、是，佢要揾個安全港啊，大佬。亦都即係話，希望打住香港呢個獨立嘅身份，係做咗中國隨時被人禁制你做的事咯，大家明白什麼事嘛，香港換聲發財了就收錢咯，你給錢去做科研嘛，你給錢去做研究嘛，你給那些大學機構就收咯。問題就是其實後面背後更加重大一個成本是什麼家伙，一個誠信的成本，就是說如果香港做了這件事，收了這些錢，做了白手套，好像何志平一樣，會不會一樣被美國佬揼柒你先？要小心一下，咁所以法國難財都係講技巧 ，OK？ 法國難財講嘅，千祈不要做何志平。咁問題係而家點解中共會180度調翻轉啲態度啊？即係所謂前居後攻咧、啊，正正就因為呢個中英聯合聲明確保咗香港嘅獨立經濟同埋政治地位啊嘛。冇咗呢個前提，中共係會俾人圍堵而死撚緊嘅。咁所以而家咪又揾你嗌救命咯。然後忽然之間，金融界都係噶，完全 feel 到噶。又話忽然之間又準你呢個新三班嚟香港，唔使審批可以上到市啊！忽然之間又話俾你入魔啊，即係啦，摩根士丹利指數嗰啲冚唪唥俾你搞啊！忽然之間又話啲獨角獸可以嚟香港上市啊！忽然之間中國俾你香港企業上發呢個中國預託證券啊！你估真係同你搶生意咩？唔係啊嘛，而佢自己冇辦法做國際融資啊嘛，咪唯有又繼續撐大香港個餅。等佢可以食翻多啲咯，
咁所以從來中共靠香港就唔係香港靠中共 ，OK？ 認識清楚呢樣嘢嚇。咁但係至於個黨派鬥爭會唔會鬥到嚟香港呢？我唔敢講，大家都係靠香港食飯嘅，我諗未必會打核自己係齋撥。咁啊，但肯定喺呢個國際形勢底下咧，全面出現呢個圍堵嘅情況咧，係得緊一個活路就係香港咯，勁過癮㗎呢樣嘢，非常過癮㗎真係。咁所以大家啊，記住繼續快過難財得㗎啦。咁啊，啱啱講到一個國際形勢啦，咁啊，即係之前啊，阿侵侵即係反咗手嗰個國書都廣為傳眾啦，係咪？嗰個國書真係精彩喎！冚完你又 set 翻 set 埋，即係一啖沙糖一啖屎咁嗰只。係嘛？即係侵侵個手段嗱，你以為佢一定要傾咩？佢又唔係跟住彈弓手，彈弓手，我可言傾咯。朝核我又唔傾，係啊，嗱，我又唔一定同你傾貿易。啊！朝核我又不一定要跟你傾，係嘛？仲要跟你講，你講你嗰啲核武器勁，我嗰啲仲勁啊嘛！係啊，係啊，咁啊，侵侵完全唔俾面咁，所以變咗呢個所謂國。跟住然後你見啊誒見啊呢一個金仔即刻話嚇到，即刻就慌死你唔嚟開。我一定要開咯，但係開頭仲要佢一定仲要即係擺個姿態話係。你想我開嘛？係啊，跟住封信裏邊，侵侵就話：我就知道咧，我收到個消息咧，就係你話要開嘅。係啦，踢翻埋你話要開啊！咁最後佢認咗啦，我真係係邊個想要開話，係朝鮮要開咯。係啊，金金要開。同埋有人話想要嚟係邊個話？有人想搭台，有人想搭下台。不過又問過好多人先得喎，好多人已經喺台度啦，大佬。即係北京又嘅又喺度啦，日本仔又喺度啦，南韓又喺度啦。咁最後原來嗰個即係講吹咗好耐會一齊嚟嗰個第三國，原來就係文在寅啦。OK， 咁所以係冇面到極點啦，即係內外交困啦，外交上面亦都即係。嗰隊即係五十人嘅美國代表團，亦都會跟住會嚟㗎啦，會嚟傾嗰個即係貿易赤字嗰個細節啦，採購啦，已經斬咗兩巴啦，就話中國啊減關税，美國啊交關税，係啊，佢加咗係咩事？睇到啊，我係玩鳩你，對翻係不平等協議，擺明啊嘛，使鬼俾面你啊！放出嚟，跟住中國嗰個聲明話：呢個係違反呢一個世貿協定嘅，違反世貿協定，仲要你確守呢個聯合聲明喎。哇！大家嘔曬嘴，乜唔係歷史文件嚟嘅咩？真係笑到碌鬼落地。咁所以呢個都表示咗一個大家經即係喺近年經常覺得好厭惡嘅邏輯啦，就係老實講規矩咧，就係即係唔係俾自己守噶嘛，係自己蝕底嗰陣就攞一個規矩出嚟，就話你要守規矩啊嘛。咁問題係而家俾人睇穿咗，你就大領落咯，過嚟就玩你啊嘛，全部反口，全部扮攻手啊嘛。我覺得嗰個問題係即係中共對於美國係有一個嚴重嘅誤判咯。係啊，嚴重誤判，因為中共對好多嘢都誤判嘅。感覺上佢覺得人哋軟弱，或者佢可以即係。所謂有體制優勢啊嘛，人哋係一個選舉政權啊，又要點啊？民主政體好弱嘅，係啊，我唔夠我哋集中能力做大事啊！咁呢個就係傻咯，呢個戇鳩嚟嘅真係。啊！呢個真係戇鳩嘅，即係大家冇忘記到。當然，即係民主政體可能有個弱點，就係佢起達成共識嘅時間可能長。係啊。嚇！冇你咁快，但係一旦達成共識。你又唔係容易改嘅呢樣嘢，咁你就係撲街嘅。如果大家睇下美國佢決定去打納粹打日本，其實都係好耐時間。係啊，好遲先喐手。但係佢一旦動員起嚟咧，你就即係玩完㗎啦，唔使諗。你係死撚硬嘅 ，OK？ 係啊，死撚硬嘅 ，OK？ 嗱，因為日本同納粹嗰個戰略個先機，佢快啊嘛，佢夠快啊嘛，得佢當初都係咁㗎。啊，打閃電戰啊嘛，打突戰啊嘛。處心積慮，佢就估你喐唔會還手啊嘛，佢就估你還撤手啊嘛，啊咁啊當初係保持幾威嘅，你會有一段時間好威咯，係啊，嚇咁問題人哋已經醒目發覺，哦原來你出股啊，咁佢犯拖嘅時候咧，就睇實力嘅咯喎，咁而家咪睇實力，睇個真正嘅實力咯，咁睇實力咯，咁呢個就係傳統以嚟都係誤判啊，我覺得，咁誤判就固之然亦都係內部制度嘅問題啦，即係個個都瞞上欺下嘅。即係出曬啲假嘢嘅先做得到你，即係你講真話會死嘅。你有個體制就講真話會死，咁剩低喺度嗰啲係咩嘢？個個都講大話㗎啦，仲講大話成精嗰只，咁你又唔會死啦。咁問題你一靠一班講大話成精嘅人撐住你嘅所謂國家棟梁，大佬呢個咩國家嚟啊？國之重器啊！國之重器真係都係假，即係只有假時真得，咁真係好圓嘅呢樣嘢。呢個啱啱之前有個企業都做咗假啦，即係海爾啊嘛。
可以，佢話佢自己係受害人啊嘛。點會受害人？可以宣布自己受害人啫，因為佢好自愿嘅受害人啦。唉，真係就話。呢、這個乜家伙環保大獎咧，聯合國，聯合國頒俾佢嘅，哇幾威啊！問題係先驅，問題嗰個傳媒又假嘅，嗰、那個乜家伙聯合國機構又假，個獎又更加係假，唔使問係鬼啦，係一樣嘢嘅受害人係真嘅，當然可以。即係呢樣嘢已經去到一個擦出國際，即係擦到擦出國際，即係咪真係擦咧？梗係唔係擦啦，係即係捉到啫，係嘛？冇錯啦，捉到問題捉到佢認唔認？佢冇得唔認啊嘛，大佬真係難睇到爆。咁所以基本上就係舉國上下都以造假嚟維生嘅。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其實清廷我覺得幾可愛咯，即係滿清廷幾可愛。你啲嘢做得真要坐監噶嘛？啱啱後單新聞。問題做得真要坐監，連假銀紙都假寫明假嘅都出事啊！哦，即係假銀紙出事啫。你真收錢嗰條友仔689又唔見出事，係咪先？好奇怪，真係好奇怪啊！世道越嚟越荒謬啊！好荒謬。我媽先前都講過啦，就香港嘅環境咧，就阿黃子華講得最傳神啊嘛。在今天的環境底下，你不黐線其實是不正常的。嗱，所以就大家記住啊，黐線還黐線啦，繼續冷靜啲，法國難財。OK， 預咗係會大上大落嘅，炒期貨也好，炒呢個咁嘅大豆也好，基本上你都係會贏嘅。甚至炒科技股咧，那個大上大落都會嚟贏嘅。甚至睇啱邊間即將俾人突襲的話咧，你沽空佢啲股票，你都會贏嘅。但係佢哋喺未俾美國做之前，亦都有另一間嘅科技嘅巨頭喺國內又有啲是非喎。啊，騰訊啊嘛，因為佢話你嗰四大發明係一個虛火啊嘛，又唔係是非嘅，佢只不過講得比較老實咁解啫。跟住然後港媒就已經話佢出啲遊戲啊，荼毒少年，荼毒青少年啊嘛，互相指責啦。嗱，問題又嚟啦。嗱，當然啊，呢個啊馬生都唔算係啊中共啊所謂自己有啊，都係民企嚟啫，一隻螞蟻隨時執得你死。但以佢富可敵國同埋嘅科技力量咧，基本上你唔係就咁執死佢噶嘛。先嗰排幾年前就老屈佢抌心口啦，就係呢個公私合營啊嘛 ，PPP 啊嘛，就老屈咗佢要捐錢出嚟，捐錢要投資落啲國企嗰度，就同佢冇拉更，你都要夾佢投資落去嘅。咁反而冇所謂，即係攤派嘅，係咪？咁佢哋明嘅。咁所以其實資本家咧心裏邊係有怨恨嘅。就到底你共產黨為佢做過啲乜家伙先？除咗為佢製造麻煩之外，就係共產黨除咗阻住啲企業家發達之外，做過啲乜家伙咧？其實想不出咯，你話咩社會和平啊、和諧啊，諸如此類大扎嘢咧，咁難道外國冇嘛？咁難道美國冇嘛？難道台灣冇嘛？係咪先？咁所以基本上所謂嗰個和平嘅條件咧，就有少少似張五常所形容嗰個 situation， 係一個脫貧嘅過程嚟嘅。就係喺你嗰個脫貧嘅過程裏邊咧，啲人當然就係心甘命抵，任你魚肉，總之但求温飽，有到飯食。然之後移民就 OK 㗎啦，只要你唔阻住佢呢個發達嘅 cycle 咧，就乜都得嘅。咁所以點解老百姓唔會反抗咧？係有原因咯。但係邊一啲人會有機會反抗咧？就既得利益者嗱，呢度分咗兩大類嘅。正如頭先話齋，你中共中央班有權傾朝野，可以立住所謂國之重器嘅，固之然係啦。問題就係嗰班友仔其實消耗緊嘅啫，佢唔係真係生產緊嘅，記住啦。真正負責撐起經濟、生產緊嗰啲民企，例如馬化騰之類咧。其實就怨聲載道㗎，因為第一，所有嘅政策都係剝削佢嘅，所有嘅成本佢都同國企爭嘅，永遠冇優勢嘅。到你捱出個頭來啦，又俾人話你荼毒青少年㗎啦，隨時會衝你工、抄你家。咁所以另外一種所謂反抗嘅力量咧，的而且確嗱，我就唔係講呢個所謂中產知識分子，唔係呢樣嘢，美國佬都睇錯咗啊。而係以前睇錯咗啦，以前睇咗，但係而家落住落邊度咧？就極其有啲民企嘅老闆，極有可能呢班友仔，因為好似阿馮博話齋，共產黨好怕人有組又係總有組織力量噶嘛。問題有一樣嘢又愛又恨，佢唔能夠唔俾你有組織嘅咧，係叫做企業。嗱呢下嘢係一個極大嘅盲點嚟嘅，即係你唔容許人民有呢一個宗教。信仰甚至是呢個所謂民主思潮底下社會的自發組織，但有一種社會自發組織你不能禁絕嘅，就係揾錢的自發組織啊嘛。而揾錢嘅自發組織乜家伙咧，就是企業咯。而企業是有管理能力㗎，嗱呢樣你小心啲啊。咁所以變咗，其實如果大家有留意睇翻我先前寫的文章咧，就講過就係中共係陷於一個所謂外判的惡性循環裏邊㗎嘛。
你所謂八千萬黨員，你管唔到個十幾億人國家㗎，唔好諗啦呢樣嘢。即使公務員係好多，多到拖如牛毛啊，但其實係唔夠使嘅。咁所以我啲文章已經踢爆咗，其實中共自己承認咗黨組織部嘅統計報告嚟嘅，就係話到講到明，喺地方級數以下嘅所謂行政機關咧，佔咗七成嘅所謂工作人員咧，都不是公務員，又不是共產黨。亦都即係話每一個省市佢自己係當企業咁嚟 run， 係嗱天津大爆炸就睇咗呢樣嘢啦。不論係你所謂維持治安嘅所謂公安也好，或者係救火嘅消防員也好，原來係屬於呢一個天津開發企業嘅僱員嚟嘅，明唔明啊？因為企業僱員而不是黨政軍下邊嘅公僕。嗱咁嘅情況就好鬼死過癮啦，其實已經係。個企業扮緊社會㗎啦，咁所以話係咪會冇組織呢？唔一定。問題嗰個組織個單元係乜家伙嚟？好多人冇講呢樣嘢啊 ，take for granted。好多人講分析冇講呢樣嘢，資爆同埋中國崩潰底下嘅所謂唯一有組織力量咧，我撇除社團唔計之外咧，其實好過癮，就係、是、企業。即使你係共產黨嘅企業也好，唔係共產黨嘅企業也好。佢都係有呢個運作維持社會功能嘅能力喺度嘅，明唔明啊？所以點解嗱，又係講翻嗰樣嘢？點解我提大家成日睇翻蘇聯解體嘅故事咧？蘇聯唔係真係外敵臨門踢爆你解體嗰只，唔係散曬嘅。所謂跳船式解體咧，就係既得利益嘅蘇共經濟寡頭脱離咗蘇共嘅基尾，自己成為新嘅經濟寡頭啊嘛！有冇留意呢樣嘢啊？其實都是企業脫離了政府自行組織的結論，很清晰的就是蘇維埃是多狗餘的結論就是不用蘇維埃不用他已經做了所有事情了，不用你在這裡嗎？那問題就是當時蘇聯都做不到那個 level 是什麼家伙呢？當時蘇聯都依然只是經濟企業做，就是當時的軍隊和公共的維持秩序力交，包括呢個消防啊，諸如咧，都唔係屬於企業嘅。但係睇翻天津大爆炸嗰個個案啦，你新開發區嗰啲咧，啲消防員都係企業僱員嚟噶，啲公安原來係企業嘅保安嚟嘅，亦都即係話你呢啲所謂地方嘅維穩，唔好話維穩，地方嘅運作力量骨幹咧，其實已經私有化咗噶啦。OK， 明啊？咁所以嗰個解體同埋嗰個重組嘅模式，極有可能真係似蘇共嗰只，係跳船。之前啱啱都睇一個新出嘅一個即係學術嘅研究啦，就話佔中即係發起人之一陳建文，佢之前係做中國民間社會研究嘅，咁就新聞出。就同人一齊，即係攞翻啲資料嚟做，應該就係講個中國嗰個慈善機嗰個監管 NGO 係啦，佢就係由一個即係國家 status 轉到一個即係 corporation， 即係一個法團主義。係啦，佢講個嘢就係嗰個佢嗰個研究咧，就係講嗰啲中國大陸咧喺過往十年出咗好多一啲由企業資助嘅慈善基金。係啊。私人嘅基金去做慈善嘅，呢個係一個好得意嘅切入點去睇呢樣嘢。咁然後咧。呢樣嘢係新，完全係新嘅。佢啲法例係呢近幾年先有。應該就話中共後知後覺，原因就係因為佢哋破四舊燒曬啲歷史書咧，就唔將啲舊嘅社會咧當係一個參考嘅樣板。個樣板喺邊度出現呢？其實呢句説話咧係一百年前香港出現過嘅，就英國佬作為殖民統治者嘅時候咧，管唔到咁細，因為當時英國佬冇將自己嗰套社會運作嘅搬曬過嚟啊嘛，佢真係只係殖民政府啊嘛，民生嘅嘢佢真係可以少理就盡量少理嘅。結果出現咗咩情況呢？就出現咗好多華人社團自發嘅慈善組織，係做咗一啲社會上需要又冇人做嘅嘢，例如。扶貧啊，補糧、補赤安糧啊，即係嗰個孤兒寡婦點照顧啊，同埋義莊啊，生養死葬送你翻鄉下，有義莊俾你埋葬啊，諸如此類，係維持社會秩序，甚至連公共衞生都管埋噶嘛，醫院都做埋噶嘛，啲慈善組織係咩人俾錢，咩人發起㗎？其實就係商界啊，商身啊嗰啲。嗱，佢哋依然有一個所謂。即係鄉親父老嗰種咁嘅，呢個其實喺傳統中國社會都係即係明朝或者明清時期好清晰嘅，喺個即係鄉土中國。自從中共打破咗呢個所謂舊社會之後咧，表面上所有嘢立咗中共管曬，其實管唔到噶，漏咗賴乜家伙咧，就正正就係嗰個社會研究揭示咗另外一面，就係社會上邊需要但係冇人提供嘅嘢，到最後原來同香港一樣。
一模一樣，是由企業自發發起資助翻一些應該要由政府做而冇做到嘅嘢，就係社會服務。咁所以都好得意啊！睇個研究名字，我即刻打咗個突。即係當然佢講緊個法團就唔係一個所謂 liberal 嘅 corporation， 即係唔係 liberal 嗰只㗎，即係唔係。咁如果唔係 liberal， 即係咩咧？即係法西斯咯。唔係同古同嗱，未必完全係啦，完全係曬法西斯，好過癮啊啲嘢啊！佢係資產階級民主嚟嘅，亦都即係話你有錢可以話事，係當股權啊嘛，大佬啊！你有錢咪可以話事，因為股權佔比幾多，用力量嚟話事，但係都文明咗㗎。唔係話呢一個啊，即係槍杆子出政權嗰只，但係佢而家講嘅就係要黨委都要有權啊嘛，黨委要插翻落去啊嘛，咁所以個走向就係仍然係容許呢班人存在，但係國家係要統制咯，要控制翻，即係話脫疆野馬，咁所以習大帝其中一招咧就係黨委要入埋去私人企業啊嘛，就呢樣嘢啊嘛。咁問題就係中共自己心寒啫，關人鬼事咩？以前蘇聯都係咁噶啦，又唔好見蘇聯唔解體嘅，係咪先嗱？咁所以其實就係 exactly 就中共有樣嘢同蘇共唔同啊嘛，佢喺個經濟嗰個鄧小平嗰個開放價格出現咗一個即係市場經濟。係。咁但係個問題即係中共經常個張力啦，就係你要進一步即係所謂釋放個生產力。嗯哼。其實你就要即係再進一步解放嗰個對於私有企業嗰個限制，但係個江山。一放你咪死咯！咁所以咪就係鄧小平嗰種韜光養晦咧，深刻係 work 嘅。點解 work 咧？佢避免咗最嚴重、最明顯嘅矛盾，同埋防止咗嗰個撕裂啊！明唔明啊？咁所以就係話你班友仔咪悶聲發財咯，佢人權啊、政權乜都唔俾你㗎啦，不過俾你揾錢。係喺咁嘅情況底下，咁悶聲發財咯，係咪先？咁當然會滋生咁所以嗰個路徑其實好清晰嘅，我哋之前都講過㗎。佢係會向法西斯方式進發。會演化近似法西斯，近似法西斯就係有市場經濟、有資本家，但係嗰個法團個組織、個生產嗰個方向大多即係比起西方嘅一般我哋理解個資本主義係唔同嘅。佢係會受政府影響，由政府統制、政治上政府係可以即係所謂強力主導、但係由於生產領域係高度專業嘅。黨亦都不能夠指揮一切啊！咁所以佢就要捉住一啲最緊要嘅即係政治領導權力。但係佢一般嘅細節，我相信佢係唔會佢係冇能力管唔到嘅。管唔到。咁只能夠最後話，可能得閒就做下你啊，或者最後佢要展示一種權力，我要你人頭落地，你都係人頭落地啊！殺雞儆猴，係啊，咁樣咯。樣板嘢啊！咁呢一個展係即係嗰個轉向，好明顯佢就唔已經行緊一條同蘇聯唔同路啦。佢企圖行啫，係啊，行唔行到嗱？咁即係點解美國都揼佢呢下嘢咧？係真係個時間正到爆噶，正正就係佢企圖完善呢樣嘢，冇錯，話自己可以輸出自己模式嘅時候咧，佢就係抽你後腳。嗰個獨裁者進化去到最後一步啦，即係準備，準備練，好似睇嗰啲咩古裝劇咁，練嗰個功咧就係練到閉關練到閉關堂，跟住一人篤你死，死狀態，死狀恐怖。咁所以變咗而家習大大一個即係進退兩難嘅地方係乜家伙咧？一方面換上欺下慣咗，佢真係以為自己天下無敵，於是乎出嚟稱帝啦，唔係就喺個稱帝嗰下嘢，真正嘅美帝人揼到你即係四腳朝天。而家佢咧就基本上唔使投降啦，即係滿清我上次都講過，都仲有少少可敬嘅地方，次次都係負隅頑抗，俾人打到一撲一碌。即係口腫面青，你唔認輸唔得啦！佢邊度叫有打過啊嘛？中共直頭係配合翻調轉槍頭，係禁止你啲人民批評美帝嘅。而家係同埋，我覺得即係你滿清維持社會和平，佢最後個退位，你話佢即係亂斬都好啦，佢起碼即係認輸嘛。佢有封嘢留低，我真係放你天下啊嘛。佢起碼做一個皇室應該做嘅嘢啊。係啊。但係你睇往後嘅，天下為公啊嘛，就係啊，咁我説，即係起碼佢，你話佢立班扎沙都好啦，起碼佢做緊一個皇室統治者，最後應該係啦，就係光榮退休咁啦，唉，算啦咁樣。咁問題係中共冇呢樣嘢㗎，我想冇嘅，佢冇得退㗎嘛，佢退會死㗎嘛，會俾人清算㗎嘛，大佬。咁國民黨已經一個前車可鑒啦。國民黨叫喺大陸，喺大陸嘅國民黨，佢俾人推翻啦。咁因為台灣個國民黨就。
嗰啲咪文明清算嘅，嗰啲文明清算，嗰啲直頭係直頭自上而下開放咗啦。共產黨嗰啲內部清算真係捉你打靶噶嘛？唔講笑，今日你係坐上賓，聽日你係階下囚，原因就企錯位咯，咁簡單嘅咋，冇第二句。咁問題係企業家看在眼裏就極唔舒服噶啦嘛，大佬，我又唔係弄虛作假，努力揾錢撐住啲經濟，養咗咁多人，甚至維持地安地方治安都靠我啦。哇！頂你個肺！你而家政治動盪，你要我制旗，你傻的？如果大家真係有印象嗰個晚清嗰、那個即係所謂辛亥革命啦，個點起點咧，其實當然就唔係孫大炮喺度吹水啦，係乜乜乜嘢話？就係、是、嗰個四川保路風雲，係啦，就係因為滿清想。充公呢個四川省嘅私營鐵路，於是乎企業家一致發起罷工罷市抵制，嗱係咁樣嚟噶。咁所以其實嗰個企業家嗰種組織力量咧，中共係怕到不得了，但係又唔能夠唔放手嘅。同埋清末都有一個叫官督商辦啦，同頂商人，商人一樣官督商辦嘅正常噶，都係咁樣嚟噶。但咁樣夠唔夠到呢？即係大家歷史已經話俾你聽係做唔到㗎，前居可擔係咪做唔到㗎 ？OK， 咁我就算講讓你有無盡咁勁嘅所謂高科技先算啦，班友個心係唔聽話就唔聽話㗎啦。咁所以導火線會乜加科呢？就係、是、如果出現一個好尷尬嘅情況，南北兩面各自出事，例如話金仔唔睬你，話知你死，於是個個人都知道原來中共係冇能力管任何嘢嘅。你開始出事了、第二樣嘢就南海更加嚴重了，如果你夠膽軍事衝突的話呢，就輪到呢個美國艦隊啊，呢、這個印太艦隊就出現呢個島鏈封鎖，佢唔使打你嘅。點解啊？南邊嗰班生番撐住獨木舟嚟攞翻自己啲島，咁你已即係乜面都冇曬啦。跟住輪到你叉有揾石頭抌抌你。我話即係出乜家伙隱形戰機啊？邊個幫你打仗先？其實即係滿清，如果你睇翻滿清嗰個滅亡咧，即係其實佢統治中基本上已經將嗰班順民管得貼貼服服㗎啦。咁、但係死死喺邊咧？就係、是、清末嘅時候，因為一連串嘅外交失敗，一連串嘅喪權辱國，即係令到你嗰、那個即係所謂威權政府，你冇威權，咁就點做政府咧？又唔威又冇權，係咪？中共就靠派餅仔㗎嘛，咁、所以中共吸咗歷史教訓咧係叻啲㗎，佢唔會同啲列強硬碰㗎，佢永遠調轉槍頭㗎。而家就叫國內嗰班友咧，啲五毛咧就唔好再嚇刺激美帝，係咯，維持和平好緊要，我放佢一馬嘅啫，我哋唔買佢啲大狗，佢哋餓死啊！我哋施捨佢哋啦 ，OK。唉，而家我哋大國風化，沒有中國嘅市場，美國不行了嗰啲啊嘛。咁即係同滿清嘅清帝嘅講法一樣啦。唉，咁辛苦嚟遠家為遠人，我哋家為遠人啦、啊！你千里啊，朝朝嚟到開船開炮，咁辛苦，你都係想食飯啊嘛！我就五口通商俾你，咪一撚樣。天朝你有兩中華之物力，係啊，兩中華之物力，唉，冇所謂啊，就俾個香港倒你啦！咁嗰只其實都跌落幾攬翻就係沙，咁但係起碼都有打過啊，係咪先？嗱，中共嘅叻啦，佢知道打唔過，於是佢唔打。唔打仲調轉槍頭指住你班友仔，你唔好出聲啊，唔好嘈美帝啊！大家都要揾錢，咁起碼就剩得一樣嘢，就可以派錢噶嘛。所以點解我話呢個所謂國儲能源呢一班友仔所講嘅嘢咧，點解咁過癮呢？就係佢作為中共自己有企業嘅老細，佢講咗句冷血到爆嘅説話：你以為呢啲大煲陸續有來？咩叫陸續有來？亦都即係話中共開始管唔到啲企業啊！嗱，呢個先係好緊要，你夠唔夠有？你唔夠，佢都入你數噶啦。賴帳咪賴帳咯，你問阿爺還咯。國字號，你明啊？啲鬼佬會發生咩事咧？如果真係追債，咁到底啲企業會企喺邊啲邊？極有可能就會好似中興咁，企咗過去美帝嗰邊，幫手嚟追你數。出現過㗎啦，記唔記得上次中興嗰鑊嘢咧？點解忽然之間轉得咁快，話要放過中興啊？佢全面配合啊嘛，配合到咩地步啊？佢篤埋第二個出嚟啊嘛，中興篤埋華為出嚟啊嘛，大佬話唔關我事啊，佢賣我抄佢賣設備啦，我配合佢啊嗱，唔係我啦，哇！即係 exactly 一樣，同東南自保有乜嘢分別先？完全冇分別咯。咁所以呢下嘢勁過癮咧，就係啦，固然難睇嘅地方淪為市值民地啦，冇人認領嘅。但係過癮在其實嗰個所謂分裂嘅方式，嗰分裂嘅軌跡，甚至嗰個模式啊，同晚清同埋呢個蘇聯解體係並無二致嘅。越嚟越似啊！如果譬如睇呢啲例子啊，睇呢啲咁樣嘅
下面啲人嗰種即係面貌啊，越嚟嗰啲行為咧越嚟越似跟住義和團啦，有啊，係咪？跟住有義和團啦，咁啊，咁但係都好過你硬碰啦，佢起碼都仲可以玩。如果佢真係咁玩，個過程係緩慢地解體咯，會係。緩慢地重組也好，緩慢地解體點好，好過喺個 situation。咁所以變咗有好多人驚啊，中國冧檔會識。其實你睇翻 situation， 未必有成日話國難財就呢下嘢，即係個 situation 就係咁樣啫嘛。佢基本上係唔夠膽同人打嘅，佢都冇能力同人打嘅。如果你話要抄翻幾十年前毛澤東所講嘅全民戰爭嘅，係不可能嘅。冇啦，唔得啦。你試下問而家到底有邊個中國人，除咗拍戲嗰班之外，雖遠必誅，只限中國範圍嗰只咧，即係嗰啲所謂做戲做俾你睇嘅啫。咁啊，實際係咪真係會打呢？如果你好似西藏同埋呢個啊呢、這個新疆嗰班啊手無寸鐵嘅少數民族，梗係佢打你啦，好勇武咁，所以雖遠必誅，中國範圍啊嘛。問題咧稍微過少少去咗印度啫，啲阿叉拉個石頭掟你，你都唔敢還手，係啊。咁所以就對內就兇狠，對外就碌撚嘅。咁你啲外敵會點樣對付你咧？咪就係同你兇狠過咯，兇狠過你就得噶啦，原來兇狠過你就得噶啦。喺咁嘅情況底下，咁嘅 situation 其實同晚清係一樣嘅。但就會少咗晚清一樣嘢，就唔會有外敵開槍呢回事，係唔使開槍嘅。基本上好似我哋上次話齋，宣布賽規已經休克㗎啦，已經。OK， 你已經全面配入㗎啦。好，蕭公，我哋剩翻少少時間，講香港嗰、那個，係咁啊，接力可能就有少少時間，我哋講埋最後，即係香港嗰個情況啦。之前即係我哋上集完咗，我哋就不如講一講即係嗰個香港專業人士。專業崩潰問題，啱啱律師會選舉，啱啱律師會選舉啦，係嘛？即係張大包尾，係玩授權票，玩授權票。咁啊，我之後即係收到啲朋友之間嘅即係通訊啦，就不斷咁 pass 就話因為即係何君瑤辣興佢哋啊嘛，即係傳統律師會咧，大家有個問題好得意嘅，你知道喺律師嗰個功能組別咧，就永遠都係呢一個即係泛民贏噶嘛，係啊，立法會選舉，係啊，但係律師會作為全港最大的，即其實你只分兩個嘅啫，一個就係即係大律師，同事務律師啦。咁事務律師係多數嚟噶嘛，係啊，絕對多數啲嘛，人頭嚟多好多啲嘛，好多倍啦，係咪？咁但點解選律師會就永遠都係建制贏？律師會就好過癮呢樣嘢嘅，你就不要忘記了啊，梁美芬嗰類啊都滲透咗好多年㗎啦，係咪先？佢都叫做法律專業㗎，好過癮㗎。咁所以變咗就係話，其實你嗰個組織嗰個開放程度咧，同你嘅滲透程度咧，被滲透程度成正比嘅，係成正比嘅。大律師公會即係精英組織咧，你好難滲透，你做大律師法律專家你好難搞。啊，事務律師雖然都係難，你真係事務律師管文件嘅大佬啊。咁所以基本上你講個專業水平相差得實在太遠。咁所以你要滲透大律師公會咧，係好難嘅一件事。同埋我理解就即係如果你講事務律師，一般嚟講個心態都係賺錢嘅，其實唔理嘅。冇啊嘛，做文件啊嘛。你是同埋你知道做大律師有兩只有兩種情況嘅，因為你本身就已經好有即係家底，係啊個 network， 因為你自雇噶嘛，你雲達你租個 chamber， 你都自己你冇生意，你餓仔嘅喎，唔係食西北風喎，咁你要基本上係要冒幾大風險嘅，係啊，即係嗰班人其實係兩班唔同嘅性格嘅人嚟嘅。咁所以都即係解釋嗰啲，好多律師嘅性格好奇怪。就算但係問題係啲人喺個立法會嗰個選舉，佢就投咗俾泛民，但係平時自己個專業，即係嗰個發牌機構啊，嗰個代表組織咧，佢又唔理嘅喎。呢個先至係奇怪。你問我係咪佢哋喂事務律師都是建制？唔係，因為佢哋立法會係會投咗俾泛民嘅。咁所以今次唔係就係大家有一個好。其實呢個會唔會係一個區議會嚟嘅？其實蛇齋餅種嚟嘅。唔算嘅，實在佢嘅權力有幾大咧？呢個另外一樣嘢啦，即係個政治含量幾大嘅啫。即係如果佢本身個組織唔係話政治含量咁大嘅，或者影響咁大嘅，咁當然所謂嗰個爭逐就冇明顯嘅，正常嘅呢樣嘢。咁所以上一次如果唔係啊六八九犯眾爭搞到啲大律師反曬台的話咧，大律師公會嘅改組唔會係咁嘅樣嘅，係啊。咁律師會今次咧，所謂贏與輸咧，你就發覺唔係人頭湧湧，係授權票湧湧。咁當授權票乜家科咧？咁其實上一次特首選舉都出現過㗎啦，係表忠嘅文件嚟㗎嘛，大佬即係等於記名投票。你有乜嘢空缺得個記名投票啊？唔該，你俾授權我要投，我要投嗰、那個。
你夠膽唔俾啦，係啊，即係等於開名點票嘅。咁你班友萬一有辦法唔交，咁你想發覺今次好過癮啊，唔係何君瑤召集嘅，講明擺條西面西環吹雞噶嘛。所以今次嗰個所謂授權票咧，係好齊頭嘅，你有冇留意啊？係好齊頭。區選舉玩法一樣，同區議會玩法一樣噶。同區議會最唔同嘅乜家科咧，唔使咩種票嘅，而因為佢真係開名投票噶嘛。世界上面有咩咁戇居嘅情況？你開名投票嘅，你開名投票過之你，即係冇暗票呢回事啦。你擺明就係要表忠咯，就咁簡單啦啊！咁另外一樣嘢，所以插旗都好容易插咯。你唔好忽略了幾多而家做律師嘅，即係喺邊度嚟嘅大佬，諗清楚啊！咁所以變咗嗰個專業本身咧，唔係咁所謂精英嗰種封閉形式，係真係相對 mass market 少少嘅。喺咁嘅情況底下，你再加埋啲開名點票，好明顯咯嚇。咁啊，亦都有啲人怪就話：，佢本身唔係咁政治化組織，你擺咗小強落去就嚴重啦。阿達明咧都還勉強，大家可以接受，因為話曬佢哋教書嘅啫嘛。咁啊，小強佢真係坐喺天安門嗰條友仔，你冇諗喺佢改咗名啫喎，大家知嘅喎。當年呢個支聯會佢有份拎狗仔物資上北京嘅喎，何許人也？大家心照啦，係呢、這個啊，即係民主派嘅中堅分子嚟。咁當然而家就唔係黐民主派嗰邊，獨立執業。問題係呢、這個背景會改得到嘛？唔會噶嘛，係咪先？咁所以呢下嘢就話律師會嗰度係一個前哨戰啦。咁啊的而且確一個唔好話前哨，一個反擊戰嚟嘅。就是西環領教了大律師公會的變天之後，不能夠不力保另外一個法律專業團體，而這個法律專業團體由於是玩開名票的，沒辦法那麼死多人，所以就是派回村回村這樣而已、所以這下東西你說是不是真的專業團體崩潰呢？不一定，但是大家心裡面就已經有個疑問在這裡，今次更明顯的人看到、原來西環吹緊雞，於是乎有很多原本你未必一定是陰謀論的東西，都忽然之間全部變成陰謀論，都很大的號召力。例如阿馮博最熟的那份醫療醫護那裡現在吹緊雞的起義當中起義當中，那到底那個發展會是如何呢？會不會變成好像英國佬所說的那種專業自治呢？這個值得留意了、OK好啦，咁我哋俾蕭公休息下啦，真係謝曬蕭公已經啊，好啦，咁啊，我哋下個禮拜時間我哋再準時，好啦，準時，好啦，拜拜。